Hello，小朋友们好，又到了我和你们一起猜蛋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我们买的都是汽车总动员的玩具蛋，有骑术摩托车的，还有呢变形战车的玩具蛋。那今天就和我一起来猜猜这些玩具蛋吧，看看它给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摩托车和变形战车。看一下这个，这里呢有好吃的糖果，这个糖果已经非常的好吃了。咱们看看这个极速摩托车，是一个赛车的摩托，所以叫极速摩托车。咱们来看看，那它跑得快不快呢？哇，还可以啊！一辆极速摩托车，红色的。再来看看这个。吃的糖果，这是一个蓝色的，它们是不是一样的呀？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呢颜色不同。这个呢是宝石蓝加灰色，还有黄色、红色，主要是宝石蓝。这些摩托车虽然只有两个轮子，但是都能立起来自己走啊，已经很厉害了哦。好，得到了两个喽。再来看看这个，这是一个橘色的。这个形状跟它们是不一样的啊，它前面是这样的，后面呢也不一样。这个造型也很漂亮，它这个挡风玻璃特别的矮。哇，这个它自己跑不了吗？橘色的。再来看看这个呢，这个车轮掉下来了，这个得自己按一下。这个造型呢和这个是一样的。这个是一个黑色的。轮子跑得很快。哇，现在已经得到了四辆摩托车了。再来看看，四种不同的颜色了。看看这个呢，和它们是一样的哦。这个是黄色的，是黄色的摩托车。现在已经得到了五辆摩托车了，咱们都给它摆起来。这么多摩托车，真的可以去比赛去了。再来看看这个变形战车的呢，这里有好
吃了糖豆哦。哟，这是一个什么车呀？这是可以变形的。那下面咱们给它变一下。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大炮可以这样的。好棒哦！啊，这是一个变形的机器人战车。车轮是，哇，是这样的吗？哇塞，人呢？哇，人在这儿呢，这是他的头，这是他的脚。哇，这个很酷哟。变形的很可爱哟、再颠回去看看。它的车轮，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非常漂亮。脑袋呢？脑袋呢？在这儿呢，脑袋。好。呀，它因为是轱辘，所以站不住，一站住就滑倒了。再来看看这个变形的，这是一个大炮啊，这还有探测器。这只能是这样了，大炮可以这样，看看，每个变形的都很威武啊。总动员大得到了这么多摩托车和变形车、变形战车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给大家猜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